喂，董事长告诉我，你拿下了嘉苑大厦的合同，他一直表扬你呢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对了，我这次回来，我们俩……我最近工作比较忙，要不然我把手头上的事忙完再说吧。那好吧，你先忙。再见。周总，嘉苑大厦的问题严重，五家公司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师傅，如果我们现在就签约的话，背了这么大的财务黑锅，到时候就真的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告诉董事长的话，一切叫停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。昨天董事长打电话告诉我，星茂投资对嘉苑大厦也感兴趣，决定暂停其他的项目，参投嘉苑大厦。师傅，但是我不明白，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是个烂苹果了，还要吃进去吗？没错，为了苹果林，这份合作信任所带来的收益会远远大于嘉苑大厦给我们带来的损失。重点是，我们和星茂投资之间的几个项目都已经通过，箭在弦上，
就等兴茂的资金到位就可以启动了。家苑大厦就是我们和兴茂之间搭建信任的桥梁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林静起疑，万一我们在家苑大厦之外其他的项目也有问题，那么这个损失我们公司是承担不起的。师傅，不要再说了，好好准备明天的签约。一切要结束了，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阿正，你先别灰心，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不甘心。冯德生那个畜生对你做的事情，我就想给他点教训，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帮你报仇。那现在呢？只能这么静静的看。静静的看着。已经够了。我去给你拿药。来了，你来很久了，好像你就喝醉了。哎，喝什么？马提尼。Hey bartender, one martini for him, double whiskey on ice for me, thank you. 酒量不错。Better than you, my friend. 哎，你在米兰的时候不是说最讨厌假洋鬼子吗？Speaking Chinese， 说吧，你找我来今天是公事还是私事？公事私事的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叫你出来喝杯酒不行啊？啊？再说了 ，I just signed a huge case， and I want to celebrate with you for the double win。无药可救，你就说家苑那个 case 是不是？哎，不是还没有签约的吗？已经是煮熟的鸭子，飞不了了。这个项目拿下来，我们和兴茂的合作，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下去了？看来你今天找我来是谈公事是吧？哎，如果我要是想找你聊聊。聊什么？
Never mind. P first. 哎 ，Tony， 你包掉地上了。哎 ，Tony， 你包掉地上了。请你相信我，家苑大厦这个项目绝对没有问题。您就不要再解释了，这次我们得到的数据很详尽，关于家苑大厦的产权负债我们也讲得很清楚，这些数字也得到了证实，准确无误。我们星茂投资对每一笔风投资金都要承担比你们更大的风险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次合作我们退出，接下来跟星辰的其他合作可能有需要暂停。林经理，有的话得想清楚了之后再说。现在市场低迷，只有拥有资本的公司才能稳住市场乃至控制市场。星茂考察的项目可不止你们一家。既然林经理这么说，那我不妨实话实说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把家苑大厦的全部情况交到了贵公司卓董事长的手上。其实你也知道，贵公司对家苑大厦这栋大楼本身并不感兴趣，感兴趣的是这栋大楼下面的地皮。因为掌握在贵公司手上之后，就可以推动你们公司跟政府在其他项目上的合作。我说的对吗？所以啊，家苑大厦这个项目你们的董事长是志在必得，就是赔钱他也不怕。喂，董事长，林静。合作愉快。开饭了，辛苦你了。我已经订好了酒席，希望大家都能赏光。哎，陈助理，陈助理，你也要赏光啊！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就不去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你身体不好，就少喝点酒，多吃点菜。好了。身体不舒服，早点回去休息。项目做得漂亮。哎，怎么不是抬举呢？他就这副德行。这次是我的事儿，都怪你了。你懂得。
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带着他，我也是一直这么要求自己的。可是我今天终于明白，即使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在利益面前，我们就是狗屎。 今天我们设计的大楼再坚固，可在利益集团面前，明天我们只能成为他们摆布的小丑。这件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阿成，你别这样，也许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呢。办法？什么办法都已经没有了。 陈校正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？那我能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没有努力过，可现实呢？人微言轻，你懂吗？如果我要是董事长的儿子，他们现在敢这么对我吗？
能轻易的放弃了吗？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陈孝正吗？这是朱总吩咐的项目计划书，我尽快办一下。好的，您放心。对。陈助理，周总，您刚刚吩咐的项目计划书我已经交给小刘了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看什么看？饿了？我。事儿吗？师傅，是您带我进入星辰的，我在这儿学到的一切都是您教给我的。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。我是公司的副总裁，我有义务刷新公司的陈旧观念。您一直以来都对公司的改革很有理想，很有抱负的，可是为什么？家苑大厦这个项目，我们跟星茂集团做出了双赢的选择，我们拿到了星茂的投资，星茂拿到了改建的土地和跟政府继续合作的机会。至于那些烂账，已经不重要。也许对你们来说不重要，可是住在家苑大厦的那些人呢？现在债权商那么乱，如果家苑大厦真的被推翻了，他们找谁去索赔？这种案子年年都有，家苑大厦的问题早就存在了，即使我们不出面，也会有别的公司出面收购的。可是，听我说完。那些住户应该自己去解决，否则的话早晚也会出问题，你明白吗？师傅，我和陈孝正去处理家苑大厦的合同，虽然是为了能够进入设计组，可是我现在家苑大厦这个收购项目做得很好，董事长很满意，陈孝正会因为这个升迁，你呢也会因此实现你的理想，进入设计组。这有什么不好？嗯，还有事儿吗？去忙吧。鱼缸里死了条鱼。你刚才那个围巾买不买？我想了下，还是算了吧，就一条围巾，有点贵。哎，你们家老吴不是挺有钱的吗？那也不能乱花呀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你得听我说，
老婆用老公的钱天经地义，夫字反过来是什么呀？就是人民币的符号。丈夫反过来念是什么呀？是付账。你都不让他给你付账了，怎么叫他丈夫呢？软软，你可要好好听我说，千灵尘整万毛尘沾，只有大意吃亏，没有小心上当。虽然你现在年轻漂亮，但时间不等人。真等到你老了之后，大姨妈都离你而去了，更何况是男人呢？照你这么说，世界上还有好人吗？你别灰心啊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女人的赘肉。哎，你说你平常是不是就是这么对你们家何意的？哦，对了，软软，我最近听说一个事情。什么呀？你们家赵世勇他们家是在接受调查吧？是吗？不是说他娶了一个局长的亲戚吗？怎么没帮他？我也只是听说啊。他们家一接受调查，女方家就不接电话了，闭门不见。真是没想到啊。哎，我也有件事情想和你们说。我今天在建大好像看到朱北了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因为他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可能是我太想他了。他们家一接受调查，女方家就不接电话了，闭门不见。真是没想到啊。这是我的资料，这是我的，特别想加入星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星辰是不收女生的。那你怎么在星辰工作呀？她是你女朋友？是。虽然我们是情侣关系，但是我们学业还是很优秀的。那你们为什么想加入星辰？我想做建造文明的工程师，建设好每一栋大楼。只要让我加入星辰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你们的梦想我很感动，但是星辰有星辰的规定。如果星辰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出国了。不好意思。你们回去等消息吧。真的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你的行为很反常，这不是你以前的作风啊。怎么，良心发现了？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们，那我们就是他们分手的导火索，始作俑者，这样不公平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我们真的留下了他们，最后这个男生还是出国了，你觉得这个女生一个人留在星辰会过得好吗？选择往往都不在这些客观条件里，在人的心里。
佩佩，出国的这四年，我不是没有过遗憾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我选择留下，那接下来的四年，甚至接下来的十年，我每天都会拿着和我付出极为不成正比的薪水，我每天会在事业和感情中做着艰难的抉择，让我最爱的人和我一起受委屈，每天面对生活的不公和柴米油盐的争吵，我只不过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因为我相信只要终点不变，不论发生什么，最终该在一起的人也是会在一起的。你心里还有我，对吗？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情。这些收尾工作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是保护古建筑团队的发起人，也正是伴随着这个团队的一举一动，那些正在消失的老建筑、老物件，又再一次地引起了许多人对于我们现在所居住城市、所经历变迁、所隐去历史的尘封记忆。现在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齐尔老师上台。很高兴把保护古建筑这个概念带到华东建筑大学和同学们分享。今天呢，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和同学们分享，那就是保护古建筑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一直被人们使用下去。有些同学乍一听觉得哎，有些奇怪，想要问我了，我们总不能搬到故宫里去住吧？古建筑一定要保留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带来的演讲真的是让我们受益良多，同时呢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，那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校将聘请齐尔老师作为我校的客座教师，为学生们上课，为大家讲述更多的古老建筑的保护知识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若简老师上台，为齐尔老师颁发客座教师证书。华东建筑大学，谢谢石老师。石老师，齐尔老师长得很像我以前教过的一位学生。